特色的话，他只要一个人操作就可以了。哦，然后很省力，然后他的性能，然后工作效率都很高。哦，然后我一分地的话，经过估算的话，大概就是40分钟。传统哈，两个人要种半天才完成一分地，是哦，对，哦、对，那、哦、他一个人40分钟就完成一分地，今天来推广都是一贯体系的作业，从我们刚开始的整地，然后来做作息，然后到移植，到中根管理，然后到防除，对，光化洗气都是用机械化。来取代人力，就是老人家就不会那么辛苦了。没有错，没有错。现在大概都是千岁团啊，老人家很辛苦的在弯腰在擦在作业。嗯嗯嗯。因为不希望我们的年轻人继续做那么累。对啊。所以年轻人下来这种就是用机器下去做，年轻人会更有时间到我们那里去采草莓。